欢迎来到 eBay， 本次课程将为您示范如何使用 My eBay 修改该物品资料和一次修改多件物品资料。打开浏览器，进入 My eBay 首页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介绍如何修改物品资料。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 Active， 查看您目前出售的物品清单，找出要修改的物品，点击 Actions。下拉菜单中的 Revise 链接，进入修改物品页面，在 Edit Your Listing 页输入您需要更新的物品资料。修改完毕后，点击 Continue 按钮，预览您的修改内容，然后点击 Submit Revisions。以上是如何修改单个物品资料操作步骤。接下来，我们介绍如何一次性修改多件物品资料。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 Active。查看您目前出售的物品清单，选择要修改的刊登物品，并点击 Edit 按钮。在 Edit Listings 页面中，找出您想编辑的物品资料，选择 Edit Listings Individually， 您就可以逐一修改每件物品的资料，或是选择 Edit Listing in Bulk， 对多个刊登形式相同的物品进行批量修改。编辑完物品资料后，点击 Save and Close 按钮，然后预览所做的修改，最后点击 Submit 按钮，保存修改过的内容。本次课程就先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。